陈柏霖八日以艺术总监身份在台北出席自创品牌联名合作。他日前被媒体拍到和父母及绯闻女友庭轩共进晚餐。陈柏霖接受访问时并未正面认爱，但笑说妹妹刚结婚，身边一个个朋友结婚，有高中同学、发型师，学习一下也不要撞到他们的日期，回应引人遐想。而陈爸陈妈对庭轩的看法，他则说感觉蛮好的，其实很多朋友一起去吃饭你们都没有拍到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